岁月仿佛琴弦，工商脚趾，缓拨吉弹各有韵律，余须努力的年华竭力拼搏，你能体会岁月皆是琴韵弦音的负责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赵海外纪实，我们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往下讲。فروشنده آقای محسن با یوسف خریدار استاد استاد آیت الله متراز قیمت 200 میلیون تومان 180 میلیون خرده شدن 今天康特与小男孩如往常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建房的工作中，阳光洒在他们忙碌的身影上，勾勒出一幅充满坚韧与执着的画面。正当他们挥汗如雨之际，老者的身影再次出现，宛如一阵清风，为这略显紧张的氛围带来了新的话题与思考。老者今天劝说康特了，刚才他对康特说道，在这几日与阿祖法深入的交流中，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担忧。阿祖法并非对康特心存芥蒂，只是往昔那些被康特妈妈搅扰的痛苦经历如同梦魇般缠绕着他，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恐惧，生怕历史会再度重演。康特点了点头，他深知母亲的性格倔强而强硬，即使明知自己有错也绝不会轻易低头认错。老者继而提出了关键的问题，倘若康特妈妈寻觅到此处，再次企图破坏他们的生活，该如何应对？康特微微抬起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，毫不犹豫的承诺，此次绝不会再让妈妈和表妹吉尔娜踏入这片土地半步。他的声音虽不大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。老者听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对康特的表态表示赞许，并表示会继续在阿祖法那边助力，尽力化解他的心结，推动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随后老者又提及建房之事，表示若康特在建造过程中遭遇困难，自己定会伸出援手，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希望康特在建造此处房屋的同时能回到阿祖法身边居住，这样一来他们既能继续推进建房计划，又能安心等待土地归属最终确定的消息。老者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，他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场景，若康特妈妈最终妥协，康特与阿祖法便可携手回到那片位置绝佳的土地上，共同打造他们理想中的家园，而眼前这座正在建造的小房子则可作为备用之所，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。听闻老者的一番话，康特内心的感激如汹涌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，他张了张嘴，却发现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，只能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感激的话语。老者看着康特激动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欣慰，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。然而他们都清楚前方仍有潜在的危机，康特的妈妈一旦知晓此事，必然不会轻易放过，极有可能会来找老者的麻烦。康特赶忙向老者保证，若妈妈真的前来闹事，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他，共同应对这一局面。此刻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已稳稳地落在了康特和阿祖法手中，康特心中感慨万千，
曾经夺回土地的想法如同遥不可及的梦，因自身经济的窘迫而只能无奈搁置。他从未奢望过老者会如此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，这份恩情如同重山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，让他深知唯有珍惜眼前的机会，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，才不枉老者的一片苦心。在老者的鼓励与支持下，康特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在脚下徐徐展开。尽管道路上仍可能布满荆棘，但他已不再畏惧。他决心与阿祖法携手共进，用勤劳的双手和坚定的信念，去构建属于他们的安稳生活。无论是眼前这座在建的小房子，还是未来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的家园，都将成为他们爱情与勇气的见证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而老者的身影也将永远铭刻在他们心中，成为他们人生旅程中最温暖最有力的陪伴与指引。还有很多网友问，老者花费了2亿多的伊朗钱买的阿祖法之前的土地，大概折合我们这里多少钱？小编大概给大家算了一个账，大概折合我们的钱是40000左右，这个有些波动，但是不会很大。那不，你有说不？那，你就喜欢那里，喜欢那里，喜欢那里好。